小康轩的非常厉害、非常有趣的阿布神奇宝箱。那这个有分很多的版本，就是有语言的啊，还有数学的，还有专注力的，培养美学的，反正总共有五款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就是到他的脸书上面叫小康轩绿儿金控。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是语文版的。它会有一些游戏，还有配对游戏啊，或者记忆大考验，就是像那种猜猜看哪一个是一样的，把它翻过来翻过来配对成是一样玩法。还有很特别的是 A B C 心脏病，可能这个是大人都玩到心脏病。它就可以一起混着使用。